谢谢你们这6年来给予我们的支持。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推动力。虽然路途很漫长，但我们绝对不害怕。因为有了你们，我们才勇敢地追求梦想。人因梦想而伟大。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谢谢你，让我们实现了这个梦想，谢谢，谢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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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ank you.
让大家傍晚好，我们是今天晚上的大会司仪，我是学耀。我是小荣，能再一次主持这个盛会呢，绝对是我莫大的荣幸。今天晚上呢，是我们全台上下最重要的一天，对吗？小荣说的一点都没错。我们今晚呢，除了颁发多达19个奖项，我们也将会颁发新设立的最佳主题曲以及新生代演员大奖哦。是的，除了新设立的奖项，今晚的表演嘉宾绝对会让你刮目相看。今晚呢，也将会是所有网络人才最闪耀光辉的一晚。是，我们先进一段小广告，三分钟之后呢，马上回到节目现场呢，为您颁发今天晚上的首个奖项。我们稍后见。广告后见。今天还是很想你，你的气息，你的味道，酸酸甜甜。那就一起微醺吧，尝一口爱情青滋味，果微醺，青苹果，新味道。我在找一个 smart intelligent hot 这条。Singaporean guys cannot 啦，confirm cannot 的话的。就是要有一个 wife material 的女人哦。Vietnam 啊。别当别当，别当的女人很好的，很 hardworking 的，主要是什么都不懂啊。来，你给谁 a lot of money 耶？你得懂 Gucci、LV、Prada， 你都会买 for them 啊。有些会 romantic 咯 ，but most 不会了。I know I confirm。怎么结婚 ？HDB、COE、ERB、MRT， where got money？ Singaporean girls not as bad as they say 啦。Confirm got good one, got good one. Singaporean guys. Hey. 你问我会不会 marry 新加坡的女孩子啊？ Well, anything could happen, lor. Never know. Anything could happen. Anything could happen. Yeah, anything could happen. Yeah. Anything could happen. Anything.